现场发现有人气道异物梗阻，首先确保环境安全。先生，您是不是被噎住了？我是学过急救，我可以帮你吗？还能咳吗？使劲咳。如果咳不出来，我们要进行拍背，站在患者身体的一侧，用手护住他的身体，防止他前冲，在他两肩胛骨之间用力的拍背，拍的同时鼓励他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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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咳。患者还咳不出来，那就是发生了严重的梗阻。我们要使用海姆立克法，站在患者的身后，让他两腿分开成弓箭步，一只手无名指找到他的肚脐，在他的肚脐上两横指处，另一手握空心拳，对准他的脐上两横指处，腾出这只手抱住这个拳，向后向上使劲冲击，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，将异物给它冲出。如果还出不出来，马上找人拨打急救电话，同时还进行腹部冲击。